接下来的时候，是人与东北大老虎合影留念的这个到了。好了，在座的朋友们，祝你们都可以参与，都可以骑上真正的东北大老虎。黑大爷，留一张面，多有九十几面。我们一分钟可以打到五次。打麻将扰乱社会。 你看，他们两个坐在大老虎旁边，多么的潇洒自如。老虎，它可以给你带来吉祥的动物，它镇山镇难，辟邪保平安。上山虎代表着升官，下山虎代表着发财。我们这只大老虎，它能为你们带来平安，带来快乐。说过。